嗯，然后我现在来这边要干嘛？采草莓，你看，啊，好大颗哦，嘿，你要加炼乳吗？嘿，你看，嘿，好大颗哦。然后我们把地头拆掉，拆掉，然后他们都是直接吃的，不用洗，这样子，嗯，不用加炼乳就很甜了，很甜，再加个炼乳更甜。好爽啊！好啦，来采草莓了。它有四个品种。对啊，看看它的草莓，好夸张哦！你看，好夸张哦！看这个，好夸张哦！好好吃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边采草莓呢。这边采草莓呢，一个人是2500，40分钟可以让你吃到饱。然后它，好夸张哦！看，我终于找到一颗梦幻的了，当然了，焦了啦！哎，怎么会是焦？哎，你看，好大一颗，夸张的草莓来，掉锅的，掉锅的，三个百微电，嗯，草莓自由。